欢迎来到我们波波 Snap 大片拍摄的采访环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我们大明星杨采钰。最近他参与主演的一部叫《芳华》的电影，我自己看了两遍，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你有没有带你父母去看？首映那天我就带我妈妈去看。这部片子你演的林丁丁，你喜欢这个角色吗？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林丁丁这个角色其实有一点点反面角色哈，然后我就特别担心是不是演出来之后，然后大家会对这个角色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会比较多。然后导演当时跟我讲，他说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有一部分人就是典型的林丁丁，你不能说他们是不善良，但他们可能永远就是为自己着想会更多一些。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就是更是一个众生相，就什么样类型的人都有，那林丁丁只是其中一种人。所以那既然导演都这么说了，那我只能尽力把我他想要的这个人物给演绎出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喜欢带一些什么礼物回来吗？一般就是带一些国家，就是这个就我去的地方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小礼物。你的这个事业起点非常好，一部大片，后面对角色有什么期待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还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也想看到更多可能性的自己，所以任何角色都愿意去尝试。我们公司也是一个影视公司，里面也拍一些主要是电视剧为主啊，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电视剧的拍摄。对，好，很感谢今天杨采钰来参与我们波波 Snap 的大片拍摄。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影片，包括我们的采访，能够给大家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明星，了解我们的这个采钰。谢谢。